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森。今天我们录音。录音。继续收资源嘛。今天整理家园，哎，今天会盖一点简单的东西。包包包包包，感谢牛排，感谢星。还真好咳嘞，吃到呛到了。嗯，西瓜最近那个空气天气太冷了。乖乖。欸，我问一下，锤子那些东西放在架子上，它会慢慢回吗？我没试过，你可以试试看。我来试试看。Tinker 吗？对。嗯 ，Tinker 本身是不是就会慢慢回？你用木头的东西。嗯。哦。难怪。嗯。怎么了？你的？我想奇怪，那时候我们还吗？对啊，还没，我们还没。装上去那个修补就奇怪，怎么自己变好了？哦，怎么 bug 呢？怎么会这样？哦哦，我杰克不讲话了，杰克生气气了。对啊，杰克不讨厌我们，杰克又生气气了，杰克五万订阅了，觉得什么啦？哇，是不是每个人刚玩家进来都是晚上？欸，至少他没下雨啊！我马上下雨欸！我要躲在这边吃饭了。大的固定级，大家好。哎呀，开游戏啦！为什么只有 360P？ 没有吧？我终于进到这个游戏了。嗯，终于登录啦。对呀。一下按键啦、欸、真的耶、欸、我就 360P 耶、欸、为什么不知道耶、欸、为什么、哦、旁边有纹路的石柱，这是传送器啊，这是传送器、欸、为什么、哦啊什么的，我耳机的那个大小声可以控制我那个 B 卷播放软体的大小声，它就是直接控制你电脑的声音量吧？我的也会啊，它是直接调你电脑的音量。哎、欸，不是，它不是调电脑音量，它是调就单独某一个程式的音量。哎、欸，那我就不知道了，这超神奇的，好暗哦。你会黑吗？你寂寞吗？你要买这根火把吗？原来是火把，看到有一堆石堆。你在哪里？在出生点。我在你附近。哦，我知道为什么那么暗了。你是不是光影？哦呀，来来来，我来送你几根火把。还是你想要石头的火把？那、啊、为什么我一开包包，我东西会全部飞上去啊？哦，你按到输入法了，你的中文输入法啊，你只要跳窗，一幕跳窗再跳回来就好了。来，木头都给你好了，我用熟头的。哦，好了，好了，这是里面内建的，不知道什么 bug 吧？超怪的、嗯，中文输入法，神秘的 bug， 神秘的 bug， 治病火把。今天来大整地，我要把家前面给整平。啊，我要杀羊，你不用杀羊。走起来。哎、欸，你们有没有觉得哪个模组翻译的很奇怪的？可以跟我讲，我把那个你觉得不应该叫什么的，我可以自己强制把它改掉。水果可以吗？水果。呱呱哼，可以。你一改只有你看得到，我都不知道。特地的吗？哇，怎么有人默默的死掉啦？哇，特制的。哇，他是不是忘记说把自己关起来啦？怎么有人死掉啦？我要死掉啦！要死掉了，捡起来！要死掉了，快捡起来！升级熔炉不用啦，我的之后主力又不是这个。你想看比较好的 Tinker 的介绍，就看台机的。哎哎哎哎哎，
你更酸了、哦，你睡你哦，你哇！豆豆还没好。我是尴尬。优越呢？啊，先这样。优越，基因证明。哎呀，就是那个优越，没错，就是那个优越。啊，好。好，嗨！为什么房间间好亮？你怎么死在这里？我死过来的。我知道啊。哎、欸，小雨怎么不见了？我埋在地底下。为什么？躲得很好。等一下嘛，我在忙嘛。我该不是这个吧？我可以倒岩浆吗？倒岩浆。哎、欸，好巧哦，你怎么在这里？好巧、哦。好巧。这样吗？罐头高，罐头仔哦，罐小雨啊！你怎么又被张斌打死？你要帮忙吗？这是报复，不是打死哦。报复、哦。啊，是差在哪？啊？差在他赢了僵尸，这样吧。对，差在我打赢了他，好不好？可是他写你被僵尸报复了，应该是你被僵尸打死的意思，不是吗？是我打死他了，所以他是他翻译有问题，是不是？对，原来不是你被打死啊！他是哪个模组、啊？提早开好了。什么哪个模组？那个报复那个？不知道，应该是不知道、欸。搜寻一下报复。有哎、欸，有没有栗子可以吃？栗子，你的蛋白质那个啊？哦，我要来均衡一下，均衡饮食。有啊有啊有啊，我再看看这个会不会恢复耐久，好像不会。算了，我来晒太阳好了。还是拿在手上晒太阳好了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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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拿着晒太阳。哦，你说有藤蔓的那个？嗯，糖炒栗子好吃，我也想吃糖炒栗子。感谢礼物！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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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们那边有没有冰块啊？冰块，冰块、欸、没有啊？有，你是说高山吧？啊、不是不是那个不会碎的蓝冰的，是要一般冰块啊。我不确定它是哪一种冰，我要下去看一下。我在地下有找到。哦，高山用无限水源啊，也可以。吧吗？我找一下、哦。可是你现在有丝绸之处吗？有。哦、怎么那么棒棒？让我找找他在哪。我记得我有看到。什么？我现在负重吗？他有负重值吗？没有吧？不是，我看我出现那个哑铃，然后哦，加两格血。哦。哦、oh, ，全身充满了力量，你充满了力量。所以牛奶是什么、啊、哥？牛奶喝的、啊，乳制品。而且那个均衡饮食是没有翻到，对啊、变成英文打开均衡饮食的。哦，那个可能它本身这个模组套包里面就没有这个模组，啊，翻不到。是我这里有。不灭冰，不灭冰，我要会灭冰，会灭冰，会灭冰。啊，你不是要一般的冰砖啦、啊？我要毁灭冰，我就找高山吧。嗯，啊，这个很棒哎。你不是要？我不是要拿冰块来冰豆豆啦，我太没好哎、欸，过分。一块冰豆豆豆豆不会好啊，晒太阳会加吗？我看一下哦。我也发现 Tinker 那个好像是吸身上的经验值过修装备。哒哒。9度第二期，好来看看啊。9度。可爱哦。看看晒太阳。小地图快捷键是啥？追。追, 追，我改成追木了。追，追，追，追。你要的不是？哎、欸、会、欸，哎、欸、白痴哦、喔，感觉不是的。
哎，杰克，嘿，是，我们当时黑曜石锤把柄是用什么？木头吗？木头。哇，那感觉这回复是用木头回复的哎。那、啊、我苔藓怎么没有回复啊？苔藓是经验修补哦。嗯。嗯，他变经验修补了。啊，怎么有人跟我讲说是用太阳晒一晒就会回更快？那是 1.7 啊、哦，好吧，那是也是。他讲的也没错，但是对、嗯、改掉了，版本不一样。嗯，要零星，不是零星啊。哎、欸，我发现我每次关掉游戏，材质包重装哎、欸。对啊，我也是。他会用成原本那一个。Q 哦。所以他每次都要再跑一次。哇。我跑一下跑半小时哎、欸，材质包太久了吧？久了，不好意思，你们有跑过就知道了，差不多。其实我没有那么久，才5到10。啊，你有切成繁体吗？有啊，都切啊。那怎么会这么快？那个地图好大，我看好快哦，杰克好快，快了，超快快，杰克好快，最快。吓到了吗？吓到了！晚餐吃什么？油鸡。晚餐吃鸡胸肉，还有青椒，还有姜母鸭。哇，这个人，对啊，这个人好过分哦，最过分那种。这个人还不ban掉他，这个人不要了，诅咒他。这个人发票都不会对中，大乐透也不会对中，上厕所没卫生纸，吃麦当劳吃到骨头，痘痘都长在鼻孔里。哦，痛！你们为什么这么有？有没有？这最恐怖了。这个闹，这个闹。嗯，干嘛？干什么？对啊，要长痘痘了。要长痘痘了吗？不要长痘痘，痘痘少一点，拜托。怎么了？怎样？痘痘爆了吗？痘痘爆太大声了，看，声音太大了，我的镜子碎掉了。哇，倒霉几年？三年吗？啊，我，你们都开了吗？我们开了，开了，啊，等会开。哇、嗯，镜子碎掉了！镜子碎掉了，是哪一个镜子？碎平安，碎。哇，哎、欸，收的时候小心一点啊！嗯，对啊。啊，我的手。没事的，假的。才刚说而已。我还不打你。建议用青金石增加幸运效果哟。我这把应该会换掉。好想你，好想你，好想你，直接替换部件就好了。好、哦，怎么替换部件？就是换那个材质上去啊。对啊，你就做出那个部件，然后把它换上去就好了。就像你哦，可以这样子哦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可以啊。哦。那这样子耐久是不是就会变了、啊？它会以百分比的方式去调整。哦，感谢 NH 定。嗯，甘霞，啊，橄榄不能直接生吃哦。橄榄很硬，你知道吗？你有吃过橄榄吗？我直接吃橄榄，然后直接有恶心效果，大概晕个十秒。哦，好写实哦。为什么？哎、欸，哈基，你是猪猪会打你啊、哦嗯？对啊。我羊也会打，有时候遇到那种怪灵魂羊还是什么灵魂羊。我猪对我好和平哦，我还可以推它、欸。那个猪是比较没有颜色，是比较特别的颜色。都有啊，有一般颜色，有黑色，也有浅色的。这个是没有，你看的那个猪的颜色，它比较明显比较淡一点点。如果你看到是正常完全正常的那个猪，我记得那个是会咬人。我的不会。
完全正常的竹呢，颜色也是正常的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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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可是你那个比较偏淡一点点嘛，有颜色比较淡一点点。我旁边有比较淡一点点的，两种都不会。都不会。你是不是跟他们有仇恨值啊？哇，别说了，哪有？天，你是不是打过他们啦？没有啊，我哪有？我去台东还跟他。哇！我知道仇恨值怎么来的。我还有找他们玩呢、欸。哇，原来是你就这样子，难怪会有仇恨值。嗯。被猪讨厌了。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被猪讨厌呢？